葫芦兄弟等六部经典动画 4K 修复版上线，未来百部作品也安排上了。凤凰网科技讯10月20日消息，西瓜视频联合火山引擎在北京举办重修旧好经典中视频 4K 修复发布会，此次修复计划的首批合作伙伴包括央视动漫集团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目前哪吒传奇、葫芦兄弟、黑猫警长等六部经典动画作品的 4K 修复版已在西瓜视频上线。西瓜视频总裁任立峰表示，重温经典是传承，也是用新技术最大化还原作品，带给大家新的感受和认知。